来了阿咪老师，是今天我们要来聊的是什么？是学校，好远哦。对，因为少子化，学校的这个很多的这个学生人数大减，所以有些学校他们就会出奇招来吸引大家。那今天我们特地借由这个大学生的媒来介绍一些可能平常你不知道的学校，或是你听过名字不知道它在哪里。哦，没错，今天来了八位大学生，他们的学校分布在台湾比较偏远的地区。究竟在这些地方求学的同学，生活上有哪些特别的事情呢？大人的骂完，骂完。大人在哪里？骂豆。大人在台中一带吧。台中吗？骂完。不是，在屏东。在屏东。就知道。好，那我们来考阿 K 一个难一点的。澎湖海运系在哪里？应该在花莲吧。白痴哦，不是太硬了，猜错啊。阿舅在澎湖。对，没错。澎湖，哎，后面那个道明寺实践不就在大直那边吗？对啊，没有在高雄。啊！而且是很偏僻的，不是高雄市哦，所以这边有一个实践。对对对，高雄校区，高雄县南实践，南实践。哦，所以其实学校呢，可能必须要有很好的环境资源，或者是甚至比如说有一些补助啦，或有送一些很特别的礼物啦。哦，那礼物连我都想竞标想去买啦。这是什么？金门的神父嘛，对不对？好，待会儿要好好介绍金门的特产嘛，好不好？金门，你知道金门大学给学生优惠真的很多哎，哦，听说，对不对？大家好好介绍，而且听说，比如说有些不只是条件优惠，有可能是大业大学，比如说他成绩满积分就可以领到他最高额220万的奖学金。Really? I don't believe it. 奖学金也太多了吧？哇塞，220万 ！Bloody hell！ 可以买超跑吗？还买不到啦，可以买不错的车。但是这奖学金啦，奖学金这也太多了吧？对啊，功课上面的，对不对？继续是是是，所以请问大家喽，请问你在挑大学的时候，地点是你第一个考量吗？全差，全差。金门的神父，你是考虑地点的？哎，是啊。所以你觉得金门算近？我觉得。读大学当然就是要越远越好啊，就是从小到大在家里面，当然是要越远越好，远到这个父母亲都找不到我。所以你是哪里人？我是台南人。哦，跑去金门。台南到金门。那选择金门就是当然就是因为久了。嗯哼。所以现在有得到当初想要的自由感吗？有有有有有，连我父母亲都还没到金门找过我。为什么在抱怨吗？那台东的咪路。会台东的台东大学是不是迷路啦？迷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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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台东的那个台东大学的环境怎么样？好山好水，好无聊。哦，对。那你当初想去读的原因是？就是真的是命中注定，对，因为就是以为不会上，然后就把它填在中间，然后结果前面就没有半个上，然后就上了它，所以我们就组团考转学考，然后结果还是没考上，就是命，对，真的就是命中注定，对，要在那边读四年，就好好念嘛。对，每天面对都是什么呢？山还是山跟那个草地？哦，对，就是四面环海啊，对。可以一直滚来滚去都不可能碰到人呀，他本身就是有点要分裂的感觉，疯了，对不对？那澎湖的阿菊呢？你应该很享受吗？哎，蛮享受的哎，嗯，因为我这当初会选这个学校是因为课程的关系，我看课程，然后都玩海，就冲浪、风浪板以及骑水上摩托车这一类的，哦，哎，蛮特殊的，那就蛮开心的。对啊，对啊，就是兴趣所学啊。而且你们同学谈恋爱，你要想那个场景有多浪漫，是不是？对，背后就是海这样子。可是是不是差不多到大二的时候，女同学都很黑了？不会不会，其实我们澎湖那边女生都有在注重保养。哦，对，都会擦防晒，也会敷面膜之类的。哦，对，那也会就是有袖套啊，跟斗笠这样吗？哎，这个这边比较，那边阿伯比较会这样。因为澎湖夏天太阳大，冬天风大嘛。嗯，真的真的，风大到你骑一个人骑那个摩托车，第一道被吹到第二道。这么大，危险，很危险。所以澎湖是风大，可以不用上课吗？哎，没有，还是要上课。哦，对啊，那边的风，老师来发型是这样，有没有？就知道他吹什么风这样。首先，校门前有稻田绕，
校后森林来环抱。哦，我们来看看照片，是很好的地理风水的位置。哎呦，去，不，这是一个对对啊，哇，这个是可以说给子孙带来很多的福气。这是什么学校？这是哪一个学校？谁的？哦，麋鹿，麋鹿了。对，是我的学校。哇，好绿，好漂亮啊！那用单眼拍的、啊，大家不要上当。哦，这是我的。哦，不是，小伟那是你的。哦，真的，这是我的。哦，这是稻田的，真的。这是稻田，真的有农夫在那边种田吗？有啊，就是因为它是地形的关系，然后所以它就会环，我们学校是环绕的田，然后常常都会有那个松鼠啊、蛇都会跑出来。然后像我昨天就是有看到羊，羊出没就在吃草，野的羊吗？野生的？没有，它有绑住那个项圈。那我们再过两天会有狼来吃羊啊？它可能要等月圆的时候，快等到春天又有熊出来扑狼，捉动物，好多生态有没有？哦，那所以蜜露，你看到小伟这个环境，你自己的环境觉得？他们的比我们的漂亮许多。你们的燕漂亮，我们的，你看那个草都枯了，有没有？啊，它那个是绿油油的，对。哦，山有差有差。麋鹿没有办法，你现在念到大几了？大四了。哦，哇，对，要离开了。这四年有没有一种，哇塞，他好开心，离开了。没有一种从一种乐观的角度切入，是还是可以欣赏这个学校的吗？有啦，就是本来一开始很排斥，然后就真的有想过休学。现在就习惯了，对。看到你在擦泪吗？演一下。另外那个平科的胖胖，平科也是非常大，非常大。嗯，我们学校是那个全台最大的大专院校，我们占地有298公顷之大。这是我们这张照片，是我们那个放学的时候。啊，如果平常中午是校园里哦。对，校门口。哇，那如果平常中午放学是大家一起出来，整个我们可以看到这张照片，那个是三线道，整条三线道都是汽车和机车，然后延伸到山上去。这是学校里，这是校，就算学校里面，这没有，这是校门口而已。校门口，我们站在校门口看不到半栋建筑物，除了警卫室。好大，而且看到远山，然后那个白棚子在干嘛？那是警卫室。啊？是不是那个黑白照片？对，是。对啊，这是一个黑白的照片的。对啊，我怎么以为在路边那个有点？没有，它是警卫室。我们站在那边，只有警卫室这个栋建筑物看得到，看上去。你们把它擦漆成粉红色的，我觉得好一些。那如果，请问一下胖胖，如果从你们的门口要到最里面最后的后门，这样子骑机车时速60的话，骑多久？应该有5到10分钟有。哇，也很大，很大哎。OK， 所以那你是不是处处都是可以约会的角落？真的。我们还有后山，我们可以到后山打怪。接下来我们来看看 number two， 校园转角撞鸵鸟，散步走路踩蛇娘，这是有点离谱。对啊，这是胖胖。我们学校有一个那个畜产系，然后它里面养了非常多的动物啊，猪啊、牛啊、羊啊、鸵鸟啊之类的都有。哇塞，那有没有偶尔你们还是可以吃到鸵鸟蛋？没有就是。这里面的话，因为要申请才能够进去看，平常的话是没有办法看到的。那有没有他抓狂跑出来过？没有，没有，目前是没有发生的。不过以后我不知道了。但也蛮酷的啊，你学校里面有鸵鸟，还有他的小孩。那蛇是哪个学校？麋鹿吗？应该是麋鹿。对，是我。很多吗？非常多，都是锁链蛇，然后你抓到又不能，对，很毒，然后偏偏我们又不能对他怎样。然后之前我们就是停车场都会有很多蛇出没，然后跟你 say hello 这样，然后大家都吓个半死，然后还会就是很多车轮都会碾过他们，对，然后就变成蛇干这样。什么季节最多啊？夏天。夏天。对，因为我们一条路都是旁边都是草，然后就是随时都会来一条这样。哇，我们蛇这是有毒的吗？对，它是锁链蛇。那你们没有任何学生被咬伤过吗？没有啦，因为基本上都是大家都穿小条吗？都是小条的，然后看到就可能就快闪，然后所以应该就不会被咬到。